是的，根据知名杂志的统计呢，全台湾每一年有将近50%的社会新鲜人呢，在还没有毕业就开始为自己找工作，而且有将近10%的社会新鲜人呢，还没毕业就已经找到了工作。但是工作这么多，哪一种工作最受欢迎、最赚钱呢？讲到工作，老一辈有一句俗谚告诉我们：什么最赚钱？来，第一就是卖冰，第二就是做医生，第三就是开查某金啊，第三我们完全不考虑，因为这是违法的，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不考虑第三哦。但是卖冰呢，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了，而且已经过了卖冰的季节，好像也不是非常容易赚钱。做医生更不用讲了，以前做医生很风光，很摇摆，对不对？很有社会地位。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做医生太辛苦了，工作时间长，而且呢，病患的意见特别多。加上做医生也不是说你想做就可以做，因为光考试就很难考，考上了要念7年，还要实习才有机会变医生。所以看起来这三样以前赚钱的工作，现在都不太容易赚钱呢。不过先不要管赚不赚钱，讲到医生，有一种医生很特别哦，人当不了，只有动物才能当。没错，不要怀疑，就是动物医生，医生本人就是动物。哇，什么样的动物这么厉害，可以帮人看病？什么样的人这么勇敢，敢让动物来帮他看诊？大家一定很好奇，对不对？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呀。我在圆一个梦，圆一个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梦。我在找一位医生，一位不必开口就能治病的传奇医生，跟阿亮一起出发吧，一起登陆动物星球，教毛孩子如何喷发魅力，成为人群里的人气王，看大骏马如何拥抱温柔，在信任与陪伴之间展现动物世界的无限可能。这是一趟充满粉红泡泡、萌到不要不要的疗愈之旅。出发总要有个方向，走，我们到台北去。新人带我回家。你们喜不喜欢老鼠？天竺鼠。我喜欢，可是我家不能养。哦，你喜欢，你家不能养。对啊。嗯，大只。大只，可爱啊。对啊，很可爱啊。没有人可以带回家养啊。没有。啊，这边有好心人啊，爱小朋友的。小朋友，你有没有看过老鼠？应该是天竺鼠了。要不要带它回家？要不要？要不要？不要啊！问帅哥，帅哥搞不好有交女朋友，会养宠物给女朋友。可不可以？好心人，要不要带它回家？我家里已经太多蟑螂了，没办法再养老鼠了。蟑螂太多，跟老鼠无关吧？啊，有人在拜拜，拜拜的心肠比较好。问一下你。你看，你拜拜应该是好心人，你有没有兴趣养一只天竺鼠？哦，没有时间照顾它，拍谁拍谁？哦，没有时间哦。怎么办？怎么办？老鼠我又不敢养，拿久了还是觉得有点恶心，动来动去的。大哥，我觉得是一个缘分啊。哎，我已经找了很多人都没有人敢养，那应该是请你这位好心人把它带回家。这什么？不错的，很可爱的。哦，好大只的老鼠哦！我家里不太能养。我是家里可以养，但是因为我怕这个，我怕我这个不好照顾。啊，那没有别人要养吗？没有，我已经问很多了。那这附近有没有谁比较有爱心或者喜欢养宠物的？啊，我知道，那边有一间动物医院。哦，那你要不要拿去给他们？因为他们有在，好像有在收容动物这样子。对，让他们专业的医生来处理好了。有让动物送去动物医院的。哎，这个蛮好的，就接尾那边过去这样。好，谢谢，我去试试看。Okay, 谢谢。谢谢。找到兽医院了，而且是特殊宠物的兽医院。手上这一只不是猫，不是狗，应该算是特殊宠物。这家医院医生应该很厉害。看到很多来这边求诊的，算是事主，既然是来特殊动物嘛，应该每个人动物都不一样。
请问你是带什么宠物来看病？蜜袋鼯。蜜袋鼯啊，好像外星动物，看起来像外星动物。哇，这哇一窝，四只啊！哇，他们感情这么好，不会吵架？啊，他们是有朋友生病还是要来？妈妈。哦，妈妈生病了。哦，所以他来看病，他们全家来陪。哦，好好。可是我这只，这只更小，这只是什么鼠？生病了。生病哦。仓鼠。仓鼠哦。感觉就好像病恹恹的，几天了，几天了。哎呦，那很烦恼。你有养几只仓鼠？七只。那其他的都很活泼，会跑那个圈圈的是。这只哦，那这只真的生病哦。哦。哇。哎呦，这看造型就应该是医生哦。医生怎么称呼？我姓蒋。哦，蒋医师，来来来，医生出现。今天是带什么动物？今天捡到一只这个。请好心带他回家的这只应该是我看应该是天竺鼠了，还是什么豚鼠什么，看起来像兔子不像老鼠。哦，天竺鼠还蛮活泼的，动来动去，天竺鼠嘛。嗯，那我是想问一下，这边有没有在帮他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啊？还是说这个这边有没有在收养流浪动物的？我们这边主要就是看特殊宠物，特殊宠物其实稍微定义一下就会是。广一点就是狗猫以外的动物。那它有没有什么状况？为什么它会被人家放在路边，没有人要带走这样？哦，还是我带进去稍微看一下。带进去检查。嗯。待会让医生检查就对了。好。谢谢。这个也看吗？这个像蜥蜴一样的。这是绿鬣蜥。绿鬣蜥。是哪里的动物？中南美洲。中南美洲的。这只应该比较不会咬人。哎呦，这只尾巴是烧焦了还是什么？颜色不一样，像是霸王龙手工，它的纹路看起来比较像，比较斑驳，然后也比较漂亮。霸王龙手工，对，因为它的花纹有点像豹的花纹的。哦，这是吃什么？是吃素的还是吃荤？它们主要吃虫，吃昆虫。吃昆虫，嗯，所以这不是吃素的，不是吃素的就不要对它这个太小看它。哎呦喂啊，我这是来到了动物星球频道了吗？这些喊不出名字的怪生物居然通通都是宠物，我只能说宠物的世界真的比我想象的大很多啊。只是上门求诊的饲主怎么看起来都心事重重呢？也是啦，养宠物就跟养孩子一样，如果用人类的逻辑来思考，老鼠会蛀牙，乌龟会难产，兔子搞不好也会有近视的问题哦。宝贝生病了找医生治病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只不过这间动物医院不但有 X 光、内视镜，哇，连手术团队通通都有。除了内科、外科、骨科、妇产科，还有专业病房照顾小动物的术后复健。哇，这医院未免也太特殊了吧！现在做了什么手术？是不是？他昨天才做完左后脚的截肢手术。截肢啊？对。兔子截肢那怎么办？他兔子不是靠那个脚才能跳吗？对啊，这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但是我们在综合评估之后，我们还是决定跟饲主确认好，还是把他的脚截掉，因为他一开始是因为骨折，那如果骨折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他要承受更长漫长的骨折的复健手术。所以手术完之后不是就一直摆着复原，还是跟人一样要在医生，就你们等于是要住院医生，还是固定几个小时就要帮他做一些处理？就是住院动物一定需要固定时间，然后固定看我们的像是伤口啊，或是正常的排便排尿，或是要确定他的体重、食欲怎么样，这些都必须要确定。所以他现在其实已经没有麻醉了哦。他醒了，他已经他是醒过来了。那麻药退了，他应该也是跟人一样就会很痛。那通常因为手术都是，伤口都刷洗干净，我们才会做手术，所以理论上应该不是太不会太大的问题。目前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对，没有什么分离。缝合的都蛮，有点已经要干的，就是会要密合要结疤了。很多人学兽医学得很辛苦哎，兽医念完你还要念研究所，对不对？念完以后，然后为什么不就看猫狗就好？现在养宠物养猫养狗的这么多，比较赚啊。我们主要其实不是为了要赚很多钱，或者说变得很有名来做这个领域的事情。我们主要是希望说对动物尽一份力，毕竟我们自己都是从接触动物开始越来越喜欢这些生命。所以你小时候也是喜欢动物，所以才长大要当兽医。年纪轻轻的蒋医师40岁不到就已经拥有自己的兽医院了。
蒋医师说，他从小对于乌龟、蜥蜴之类的爬虫类特别感兴趣，但是这些奇特的小动物实在太偏门了，生了病也不知道该送往哪里才好。所以蒋医师从小的志愿就是兽医，只是兽医的养成并不容易哦。大学四年，研究所两年，毕了业还要进动物园实习一年，加起来七年，哇哦，都抵得过一个医学院了。但是蒋医师仍然愿意将七年的青春岁月投入在这些特殊动物们的未来，只希望每一个生命都能够在自己的手上得到最平等的照顾。人生病就需要看医生，有一群不一样的医生，他们没有丰富的医疗知识，也不需要昂贵的收费，靠的是无私付出的耐心与真诚的相伴，他们就是狗医生。哇，这看起来相当深奥哦。嗯，阿亮，这不深奥了。不深奥，这是国语课本，现在狗医生已经融入到学校的教育里面了。是哦，这是没有那么深奥了。小学五年级的国语课本，对，里面就有讲到狗医生了。哎呦，听到狗医生在说话了哦。回想起我之前曾经在电视新闻看过了，看过有一群狗医生，那时候好几只，然后到医院里面，到每个病房里面去跟那个跟一些患者做一些互动，所以有这样的印象。但是没想到已经编到课本里面了。我惊讶的反而是在课本里面出现了这样的报道，还不能算报道，那是课文。对，所以说从小学就已经知道有这样的狗医生，我是到很大才知道的。这位是朵宅，朵宅，所以你说朵宅吗？这是朵宅。朵宅你好，朵宅你好。朵宅是什么品种啊？他当狗医生多久了？他是腊肠。腊肠哦，一看就知道腊肠哦。我问得太笨了。对，长长的身体。他当狗医生大概半年的时间。半年的时间。对对对。那这只呢？这只狗医生叫什么？西瑟。哦，西瑟这个就是比较少见的这个品种了。西瑟，你转过来啦，西瑟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哦，你挺好玩的，这么大一只。哎，西瑟它是什么品种？萨摩耶。萨摩耶。雪橇犬哦，雪橇犬，所以也是在靠西伯利亚那个地方。哦，对，萨摩耶跟腊肠狗，哦，一只叫西萨，一只叫朵宅，他们今天都是医生。那医生要怎么样付出爱心，要怎么样付出他们的关怀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课本给我吧。课本还你。走吧，带我去。哇！已经有这么多阿公阿嬷在这里欢迎我们嘞。哦。谢谢。哇，斗宅已经开始在互动了哦，来，原来就是这样子跟所有的这些阿公阿妈一起互动哦。一进来之后，很多阿公妈就开始有笑容。阿公，你干嘛在讲？在讲你吧，斗宅哦，你在哦，斗宅哦，所以他们都是老朋友了哈。谢，阿弥陀。你看到狗出来，他那个笑容自己就出现了。然后主动的要伸手去摸狗，去抱狗，那种可能就所谓的复健的刺激他们去动作。来，还记得他吗？还记得他哦，我们每个月都有来的，每次看到他都好开心哦。啊，看到狗狗很激动哦。这样情绪可以比较多一些不同的那种变化。对。对这个修养跟复健是有帮助的。当了狗医生之后，其实有点跟我一开始想的不太一样。我一开始觉得说，可能学校安排好了，或者是机构安排好，我就去。那会有人教我怎么跟长辈互动，跟小孩互动。那来了狗医生之后，发现不是哎，是我们其实自己要去体验，自己去想。我要怎么跟阿公阿妈互动？那爷爷奶奶其实你们会发现，他们平常在这边环境其实没有很多的互动跟活动。那所以既有狗狗来，他可能不想开口，可是因为狗狗的关系，他多了笑容，多了一些肢体上的活动。对对，那在摸狗狗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触觉的感觉。对，不起阿妈。啊，你看这毛奇告哦，对，啊，有时候会激发他们去想以前的事情。以前有养过狗狗，对，会去做动脑的动作。嗯哼，躲宅当狗医生其实蛮适合的，因为它比较小只一点哦，它都可以直接抱在腿上。部位对。那我觉得躲宅小小的是蛮适合当医生，就因为它太大的狗有些人会怕，小一点的狗就是可爱，
他就会觉得哎，不只想摸，想抱到怀里来放一下。然后我看每个老先生老太太都是去抚摸他。然后腊肠狗有个优势，他摸可以摸很长，比其他的狗可以拉更长。哦，这个摸起来可以比较长，摸过去哦，摸过去。不够长。不够长。啊，我嘛来跟狗医生讲，我你嘛给他绑起好了。我给他绑起好了。乖，我嘛乖。我嘛乖哈。我嘛乖。人家说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这句话一点都没错。你看看这些毛小孩一脸乖顺的眼神，不管是谁看了都会忍不住想要报警处理。陪着斗宅到养老院担任狗医师已经半年的斗宅妈告诉我，狗狗治疗这档事引进台湾已经超过16年了，只要毛小孩的 DNA 里具备了友善、稳定、服从三大条件，接受完整的训练，你家的毛小孩也有机会成为狗医生哦。好的，我们的斗宅刚刚跟所有的阿公阿妈都打过招呼了，对，所以现在要玩一个互动的游戏，对不对？热身完要玩互动了。互动游戏，而且呢，阿公阿妈可以帮我们的斗宅来争取零食。对，哦，这是我们最期待的。最期待的事情，所以阿公阿妈，那到底要搞咱斗宅来争取零食，大家讲好啊唔好？好，你好哦。啊，其实真简单，我只有扑克牌哈，等下一人抽两张，哦，两张啊，你先给我看。我跟你讲，是要用吃还是要用捡的？哦，啊，这数字呢，你也算出来以后，你就去头前吃，只有一挂积木吼，两边无同的算法，哦，较早拢有算过，哦，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哦，你若算到了，真步步高升，你上悬的。哦，两支大牌拢你的手的吼，啊，这两个加起来偌济？两个加起来偌济？二加二四四哦，四来。哦，真紧嘞！三、四，好、哦、来，咱甲请我爷爷婆仔先鼓励一下哦，真厉害，真厉害哦。啊，搁一个，哦，一个，好、哦，再来一个，最后一个，哦。阿妈跟孩子在做这样的互动的话，其实他们知道数字认知，对，记忆，对，然后再来就是在他在桌上游走的时候，其实阿妈，你看去问阿妈，其实他很认真的在照顾动物。哦，他怕他掉下去。对。哦，你惊伊落去，你看，哦，你做人爱吃好。我就好你自己的儿子考上医学院，那种感觉，我的狗毛小孩是医生哦，然后看到他可以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个就像看到自己的小孩。有成就感，有那种荣誉感，就为他感到骄傲。老人家因为毛小孩的加入，重新展开了笑容。老妈妈与孩子之间，什么话都不必说，只要轻柔的抚摸，孩子们就好像听得懂人话似的，立马回报娇滴滴的眼神。哇，这一来一往的柔情，看得我都觉得疗愈了起来哎。电视机前的毛爸毛妈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有个冲动，想把家里的毛小孩也训练成乖巧的狗医生呢？人家说名师出高徒，有斗宅这么乖巧的狗医生，背后的教练一定功不可没。不知道我家的 Happy 有没有机会成为狗医生呢？斗宅妈，你知道现在几岁打流感疫苗不要钱吗？65岁。没有。现在50岁就不用钱，虾米是，所以我现在已经到了打流感不要钱的阶段啊，所以我就比较懂得未雨绸缪。哎，我要跟你一样，训练一只跟斗宅一样厉害的狗医师。你要说养儿防老，我是养狗防老啊，老了我就不怕了。可是你带我来这个地方好像是户外，要去找一个训练狗医师的地方，不是应该在学校吗？或者是在医院里面吗？这里怎么会来户外呢？今天带你来看那位国语课本里面的大师。课本里面写的那位老师，对，就在这里啊。对，我看一下，他的照片。介绍不一样的医生。邓慧金医生。他是专业的训练师。专业的狗医师。我们今天就来看他怎么训练狗。老师你好，哎，老师你好，来老师这边。来，老师，我请教一下哦。是。这课本里面有一位邓小姐，邓老师。是。就是你本人吗？对。哦，你不能冒认哦。课本里面我看课本里面好像是。要这样子吗？所以这是几年前的课本。
哦，两年前了，哦，所以没错，就是你本人不能问老师的年龄，哦，是是是，这是一个忌讳。所以老师您就是永远的35岁，哦，永远35岁的邓老师嘛，哈，哦，我他妈带我过来，他说你可以把一只狗狗训练成一个狗医师。你会很想要带狗狗成为狗医生吗？还是你觉得说他其实有一点点的问题，或者是你想要更了解他，然后想要带着他一起来上课，未必一定要成为狗医生。训练狗医师有一定要什么品种吗？其实我们品种不会限制。但是在我们的评选范围里面，就是獒犬跟斗犬，毕竟是基因上的关系，我们还是有摒除掉。听到就很可怕了，獒犬。那其他的犬种，其实我们都可以接受的。对，像这种腊肠狗其实是小猎犬，它也可以变成狗医师。是啊是啊，我们家的第三只 mini 也是。也是腊肠狗，对对对对，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用零食还有奖励的方式让狗狗学习更多，然后呢更喜欢主人，哦，那这个部分呢，哎，当你们双方都非常了解的非常契合了以后呢，接着我们才会进到中级班，会更深入的一些指令的部分，哦，会要求的比较多。所以这个上课不只是狗狗上课哦，是陪伴狗狗的主人也是很重要的。是啊，对啊，哦，因为你看狗医生斗宅是不是，斗宅妈还是要跟着一起去，对对 对, 对，因为斗宅再怎么厉害他还是不会搭公车啊，不会开车啊，所以斗宅妈要开车，他开车一起载他去啊。还好，那黑皮算幸运，因为主人聪明，所以学的应该很快。真的吗？那我们就要来看看了哦。开始来上课看看。好哦。开玩笑，这种小事怎么难得倒我们家的 Happy？ 来来来 ，Happy 来 ，Happy 来，来坐下，坐下乖哦，来坐下。哎 ，Happy，Happy 没关系，来来来，我们换一个指令好了。来来来 ，Happy 趴下，趴下，快点快点快点。哎，这个我相信呐，啊，你是第一次上课，有点紧张。哎，来来来，我们再试一次。好啦好啦，我相信狗医师这个神圣的职业的确要靠天分，难怪邓老师说狗医生训练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孩子的慧根，一般训练期通常落在半年左右，也有的孩子天生就是没办法。要训练成一只成功的狗医师大概要花多长时间？每一只狗的时间不同吗？对，不同。但是如果说照着我们进阶课程这样子上的话，至少要半年。至少要半年。对，上完课，还不是狗医生哦，只是完成课业哦，他还必须参与认证的考试。哦，还有考试啊？对，我们一年协会有3次的考试，认证考试。一年有3次机会可以看你可不可以考得过。对对 对, 對。哦，那考不过不用休息半年再考，就是一次一次都可以考。对。就会 一考再考就对。对对对对对。哦，但是考太多次也不好意思。所以我们曾经有一只狗狗啊，它曾经考了8-9次吧，所以妈妈就把它叫做烤焦布丁。烤焦布丁。对，因为它的狗，它的名字好像叫布丁。烤焦了，变成烤焦布丁。对 对, 對。狗医生被叫做狗医生，他也不是说，哦，你狗很可爱，啊，你狗亲近人，你就可以当狗医师。他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甚至要拿到证书，啊，甚至还要花学费去上课。上完课之后，这些狗医师出来看诊，啊，来医疗病患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收入的。所以支持他们的应该就是这些主人的爱心嘛。所以这些狗医师的陪伴的这些主人们。也等于是医这个狗医师的一部分，必须由他们有空带他们出来。那没有酬劳还愿意做，那真的就是靠那个想要做好事的一个动力。这个5个圈圈有点像奥运那个5环的那个 mark。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会称为是奥运的就是练习。奥运练习。对 对, 對。让每一只狗狗都成为这个奥运国手就对了。对。哦，好。所以我们每一个关卡呢，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动作在。这次晴天已经是狗医生了嘛？对对是。他要第一关是要坐下。对，坐下。坐下。第二个是要趴下，对，第二关是趴下，然后一样再回到站。那第三个关卡呢，就会是做一个敬礼。敬礼，狗狗会敬礼。敬礼是什么？敬礼就是翘屁股。可是前面你说坐下、趴下这些动作，我还觉得正常一点。训练这个翘屁股的动作有什么用处呢？哦，你看哦，其实刚刚我们在服务的时候啊，如果说啊，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哎，狗狗来跟那个长辈们说谢谢。长辈就会觉得好开心哦，哇，他会跟他们说谢谢这样子一个动作，然后最后主人要退到这边，然后呢要摒除掉中间这一个食物的诱惑，食物还在那里，直接奔向主人。哦，难度很高。真的，他完全没有
眼光没有离开过主人哦。对啊。哇，太厉害了。所以妈妈是最大的奖励啊。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训练的时候，哎，主人就是成为狗狗最大的奖励，不会是食物。你看到这些有爱心的人带着可爱的狗狗来当狗医生，你就很佩服他们吧？就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对，还是有这么多善良的人。然后看到那些狗说啊好可爱，你就觉得这些狗狗更可爱，更了不起，对，你就觉得心情会变好。就一些多接近这些美好的人、美好的动物，你会暂时忘掉一些你觉得看得很不顺眼、不开心的事情。如果说狗医生的爱心无价，那么在台湾也有另一种无私的动物之爱哦。他不但是很棒的医生，想要消肿甩肉，找他准没错哦。相信很多人呢最喜欢的动物就是马。讲到马，阿亮我也很喜欢，而且听说马还可以帮助人瘦身、塑身哦，可以减肥哦，可以让我身材更有线条哦。哦，这位身材很好的。应该就是教练或是老师哈，老师你好，亮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呢？我是阿雅老师。阿雅老师啊，哦、阿雅老师，哇，所以这匹马是平常都是你在照顾的，还是你也会骑它？这是我们中心的孩子在照顾的。哦，中心的孩子在照顾的。对。哦，所以这匹马是，像我们这种没有什么骑马经验的人也可以骑的。也都可以。哦，真的吗？因为他们本身是工作就是做治疗的马匹。哦，是治疗的马匹啊。哦，就是治疗我这种肥胖身材的，那太好了。骑马为什么可以瘦身呢？是有什么样的道理吗？就是帮助你能够肌肉舒展一下。哦、肌肉舒展一下。对。那应该是可以吧？肌肉如果放松之后，就比较容易燃烧脂肪嘛，对不对？哦，那你看我这样子的话，那个骑马大概骑多久以后才会改变身材？像你们这样比较有线条。我觉得你陪走应该就会瘦身了。陪着走就可以啊。对。可是我比较想骑，因为骑比较帅啊。这么有兴趣，我们一定要让你来体验一下。哦，是哦。我们要先戴最帅气的马帽。哦，这跟骑车一样要戴安全帽。对，然后他一定要把它戴好，才会保护你的安全。哎，我天生就是一个骑马的料，你看。对，真的很帅。帽子随便一拿就这么合。哎，你看，那还蛮好，蛮帅的。骑过那种蛮帅气的，那是到，爱尔兰吧，哦，很帅气。那是一群人，就是所有参加露营的人一起骑马，然后那是没有人牵的，你就可以真的享受那种，要他左转就左转，要他右转就右转，然后收缰绳他就停住，要再走就两腿一夹，然后就走。那你跟他说走？我跟他说走。对。用语音控制啊。停。对。停。哎，走了，哎，哦哦哦，听说不会骑马的，一上马，马就知道了，是啊，是不是？阿雅老师，没错，是这样子啊，哦，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担心，第一脚跨上去的时候，你会怕马忽然就乱动嘛？你要赶快，你希望能够缩短那个做好的那个动作，所以我很快就上去了。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在上马的时候其实没有讲什么废话。所以骑马有人说是算是一种运动，对不对？是。那又有一种叫马术，马术也是运动吗？马术是技术好就叫马术，技术不好就叫骑马运动这样子。马术它其实是有很多技巧跟技术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它可能有分障碍啊，或者跟骑乘的。对。但骑马这项运动可以帮助我哪些部分的肌肉，或者怎么样可以让我这个身材更有线条？其实它在肌肉的帮助上，它就是可以增加核心肌群的一些能力啊。难怪我觉得我以为很轻松，但是其实我不要以为我轻松，我其实还蛮出力的。今天骑可能是因为太久没骑，然后可能也自己又增长了一些岁数，体型也有点变化，好像又退步了，没有像当时好像在爱尔兰之后觉得自己那么会骑啊。我这样子马会不会很难过啊？他是不是不高兴了？他是不是不高兴了？啊，没有，他只是打喷嚏而已。哦，哎呀，哎呀，老师，哎呀，老师，很累哈。哦，我觉得有运动到。哦，我觉得我如果是很满就算了，我觉得我的油没有全满，我大概才八分满，所以我刚刚有一种好像那个瓶子拿起来那个摇摇摇摇那个雪克杯那种感觉啊。教练在让他跑比较快的时候，哎，确实有那个翻腾的感觉，因为平常其实像散步。没有那种小跑步的，小跑步起来的话，尤其不是你自己在控制马的时候，别人在拉你，跟那个马的协调性
没有办法配合得很好，那个特别有那个五脏六腑翻腾的感觉。如果万一那个内裤没有调整好，哦，那个一直打一直打，其实是有一点，就是好，嗯，要身体要缩起来那种感觉。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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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学姐好。所以阿雅老师，我从这边上来，这边下，从那边下，对不对？哎，哎，哎呦，哎呦，糟了，糟了！阿雅老师，糟了，职业伤害，运动伤害哦，我现在回不去喽，那怎么办？这个要多久才会恢复？这样多久？现在后面已经硬掉了，这个举不起来怎么办？这个就是蹲马步的，所以我就要蹲到我觉得可以站起来才能站起来。对，那我们是因为刚做深呼吸，仰天向上。哦哦，有没有恢复一点了？哦，要伸懒腰才行啊，所以这个就是给一些骑马上来以后可以这样压的，是不是？做是不是舒展伸展？是这样，应该本来功用不是这样，但是可以给你用。我高度刚好，所以我天生就是一个适合骑马的奇才。你看，帽子一戴就合身，这里骑完马还可以直接做伸展。做伸展，学姐骑的比我还久哎，应该年纪很小。那小妹妹哈，那个妹妹大概学多久？没有，她现在已经大学了。大学了，对，大学生了。嗯，哦，学姐回来了呢，哈。好。哇，你骑马骑多久了？这边骑四年了。骑四年了，哦，厉害哦。好。哦，要，阿雅老师要帮忙。对，黄钱合并。对，然后交给老师。交给老师。负责。对。嗯。对，负责他背。对。好，那我们要下到地面咯。有。有，我有看到。好。所以玉洁行动不是很方便就对了。是。玉洁在骑马的时候，你在过程当中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你就其实就有发现玉洁的在讲话上或表情上好像跟一般的孩子是不一样的。那你稍微有注意到，但是他骑马的技术是你觉得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甚至比一般，四肢都很灵活的人骑得更好。我们来帮忙一下好了，没关系，来来来，慢慢来啊。对，这个斜坡会比较快，因为今天刚好下过雨。我要减慢它的速度。比较缓。OK， 安全降落。哇，你的配备很专业哦，所以你是选手吗？对。你是选手啊？你有去哪里参加过比赛？今年十月份的时候，刚去日本参加马术比赛。哦，今年才刚去参加比赛。对。哦，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去国外比赛的体验？还不错。嗯哼。就是有学到一些平常没有的经验。没有的经验。对。学到一些特别的比赛经验。对。那你的行动有一些需要这些帮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是天生的早产。就这样。出生的时候早产，所以有伤到一些神经，伤到脑部，所以行动上有一些阻碍，就对了。对。那后来骑马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有没有什么帮助？骑马之后帮助上的话，大概就是一些动作上的协调，感觉会比较灵活。所以骑马除了变成你的兴趣之外，其实对你的身体也有很大的帮助。对。所以越骑越有兴趣了。对。以前我还真是没有听过马术可以治疗身心障碍的孩子，可以协助身心障碍的孩子来更控制好自己的肌肉，控制好自己的身体，或者可以帮助一些心智上比较有障碍的一些孩子，他可以开阔心胸，或者是对自己更有自信，或者可以跟不管是跟动物或跟人的相处都更好。真是没有想到马术可以用来治疗，用来帮助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没想到。
阿雅教练呢，现在正在帮另外一位身心障碍的孩子呢，在做复健啊，在帮他上课。他很可能呢，就是几年之后就变成另外一个选手，另外一位跟玉姐一样厉害的小骑士。啊，这个妹妹叫什么名字？彤彤，阿彤、啊。你叫阿彤啊？没有，是佑。阿彤佑。阿彤，阿彤，阿彤佑。阿彤，你们佑。佑，佑哈。我很喜欢马的感觉哦。他六个月的时候就发现了，医生算是说是脑性麻痹的小孩子，有脑伤这样子。他说有顾到自理能力就好了。当下还觉得，医生你在说什么？在开玩笑吧？我跟我妈就是在医生面前，我们就哭啊。那小孩子抱着六个月，医生这样跟你说。哦，他来上课多久了？他最近才刚来上课。刚来上课啊？这是第几堂课？今天应该是第三堂。第三堂课啊？马哦，就是马，骑马在骑马哦，在跟妈妈有陪他一起来就对了。对，妈妈在那边，妈妈在那边是哦，所以这一个课堂有一位就助教在旁边是？那这是陪走员，陪走领马员，这领马员，所以要有一个领马员，一个陪走员，再加上教练，三个人一起哦。所以阿通现在几岁？阿通你几岁？看妈妈在暗示四岁，四岁哦，远远的有回答四岁哈，一直笑，很高兴的哦。而且刚我看他在骑的绕圈的过程当中，好像一直在发出声音，很高兴，好像很高兴。因为他刚开始来的时候，其实声音不多，然后因为其实马术它也有一个心肺功能，就是它有点类似运动，所以他最近的声音越来越多，有没有？所以他是喜欢来上课的，这样。所以他医院他只会看数据。你去检查的数据，他就给你什么结果。但是我发现医生不会告诉我说我应该怎么做。像这一些治疗的方法，像马术中心，也是我自己旁身边遇到脑性麻痹的小孩子，然后我就去问他说：“哎，你做这个马术治疗，哎，你的效果是什么？”然后他们说很不错，语言都看到很大的进步。所以我就赶快，因为我住桃园，我就找马术治疗中心。哎，桃园中立有一间，然后离家里还蛮近的。可是都是自费的，所以就，对啊，所以就赶快带来。这个马的速度有一定吗？有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是看每一堂课慢慢进阶。应该是如果他现在是初阶的话，就会比较慢。哦，对，但是如果再进阶一点的话，他们的速度就会快一点，因为它是一个走路的模拟骑马，所以它一定会模拟我们走路的那个速度。所以如果你太慢，就不构成走路的那个哦，所以孩子在马背上面也会感觉到走路量的律动就对了，对不对？会帮助他的肢体协调咯。对，那变得就是上课之后变得还蛮活泼，对，比较活泼一点。不过他本来性格也算是还蛮活泼。四岁的小朋友，对啊。妈妈，妈妈在那边。妈妈，爸爸，爸爸不在这。哎呀，不是，是阿雅老师。妈妈，不是，是阿雅老师。阿雅老师，我们大部分有很多的家长，他会以为复健就是感冒吃了药就会好，但其实复健就像马拉松一样，每一次的微小的进步，家长都可以了解他有在进步，这个是很难的，因为有一些东西你可能要过一年或两年他才看得到，那所以如果有很多人在当天他看不到，他就会很沮丧，对，所以很多东西他蛮难的。孩子的笑容是骗不了人的，看着孩子一点一滴的进步，就是整个马术治疗团队最大的鼓舞。阿雅说，马术治疗员的人力物力实在相当庞大，除了物理治疗师之外，每次治疗还要动员教练、领马员、陪走员，加上马匹一个月的饲料费就高达10万块，要照顾好一匹马，一个月的周边成本起码20万起跳，一堂马术治疗课程却只收1000块钱，这门生意怎么看都不划算。但是只要能够多让一个人从马背上看见希望，哇，一切的付出就值得了。看到很多那个墙壁上贴的照片啊，好像自己马场也有办一些特别的比赛，对，对不对？也有出去比赛，活动非常的多。嗯，那照理说应该是经营的相当不错啊，应该我们在盈利上也蛮稳定的才对。对，我们在经营上算是很有品质，然后也真的是创下了很多佳绩。不过是就是在金钱方面，因为是非盈利单位，所以其实真的还是困难重重，就是在。
很多物资啊，或者募资上，或者找寻马匹，因为一匹马如果要等到它能够成为马术治疗的马，至少要3到5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要付费用，所以其实是非常的就是艰辛呐。那其实，在台湾不是没有人想要做马术治疗，而是做马术治疗的营运其实真的是非常浩大，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变成会。下一步是非常的困难的。其实，在营运的成本是非常高的，特别像养马匹还有人事的费用，这个是我们平常运作的一些挑战，看不到的，是看不到的，几乎每天那个睡觉一起来一开门就会面临到的。那相对其实要支持我们运作这一块的是少的，然后我们的1/3呢是靠学员的收入，1/3是靠募款。那现在最大的隐忧其实。目前这块我们马术治疗中心的地是，大概1年半内就不能再使用。哦，这租约已经到期了。所以很有可能我们今天大家有机会看到我们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复健方式，可能也接下来也会看不到这样子。就是很多事情有时候是蛮无奈的嘛。虽然看到很多人来这边，但是比起所有需要帮助的孩子来讲，他还是属于。比较少数的，那可能有很多需要，也可以借由这样的治疗有帮助的一些孩子或者孩子的家长，他们甚至跟阿亮一样是不知道有马术可以帮忙治疗身心障碍孩子，可以协助他们有很大进步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所以不见得会有很多的力量来支持这样的一个团体吧，或是协会，我不知道。不论这个马场会不会结束，但是如果有更多人认识这个治疗，也许这个治疗将来都还有一些契机，还有一些展望，或者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花生命去做这些非盈利的事情。台湾马术治疗中心今年已经迈进第19个年头了。一直以来，这里不只是马场，更是一个让身障者展现自信的舞台。他们拥抱了生命的缺憾，透过马术治疗，让不能站的孩子重新有站起来的机会。不善表达的宝贝再度拥有了展现热情的可能。只是生命再强韧，也有敌不过现实压力的时候。但是只要热情不灭，未来他们一定可以在另一个原地开枝散叶，重现人与动物之间的美妙关系。谢谢这一趟旅程，让我看见了动物世界的无限可能。不论是默默陪伴孩子们走过生命低潮的马医师，或是在人群中始终保持温暖友善的狗医生，谢谢斗宅、Caesar， 还有电视机前面一直守在主人身边的宠物们，谢谢你们的信任和陪伴，让人类的世界变得更温暖。时间在走，我的脚步踏实的探索，世界在变，台湾的脚步不曾停歇。我是卜学亮，我要用我的角度写下一页在台湾的故事。做伙走出好将来。